大家好，我是石景山区委书记常贝，欢迎大家来到石景山首钢园。今天我带大家全新体验一个最新的消费场景。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过去炼钢楼的楼心，这里的温度曾经超过1000多度，这就是现存的这个铁塔。还空了下来，还有铁塔。那么现在呢，变成一个楼心的一个咖啡厅，这就是一种创意。那这个就叫楼盔汉堡，这个就叫楼渣鸡块。虽然看起来呢，有点这个黑乎乎的样子，但是呢，它绝对是绿色环保的，适合年轻人。可以。首钢园区它作为城市的复兴新地标啊，得到大家的认可。非常重要的就是它既保留了工业的记忆，同时又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。所以无人驾驶在首钢园也实现了全覆盖。这里边是3号高楼，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，这是一个网红打卡。现在呢，1号高楼，咱们刚才已经年轻人体验过了。现在这个4号高楼，现在正在改造，将来会用于干什么？这个服贸会的专展。总的来讲，就是围绕着像首钢园区、我们的石景山游乐园、8大处、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的地方，把它串联啊成线，然后呢连线成面。提供一些相关的场景，持续的不断的来打造和提升的。石景山老百姓最关心的大事就是老旧小区改造，所以在新的一年，我们加快工作进度，在已有老旧小区改造的基础上，今年上半年所有剩余的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全部启动，今年年底之前主题结构全部完工。龙年春节就要到了，祝大家龙年吉祥。我在首钢园给大家推荐一款北京礼物，首钢文创巧克力。它是用过去传统的手工的工具制作的一款巧克力，这个螺钉和螺母进行组合。看，首都七大门，复兴新地标，石景山欢迎您。